情教胡椒喷剂制服他，情绪不稳送医院。大步庙回黑帮斗，争车位爆发内斗，十二人被警方拘捕，庙会现场真混乱。就是集团假若多，印度仿若办正牌。香港村屋作基地，四女被捕科技，高父亲节酒楼满座，心意你望亲自好，一家大细饮茶聚，天伦之乐真热闹，今日新闻故事多。新加坡经验，特定区域完全禁。黄金电脑商场冷清，结业潮现吉豪多。店主力撑实体，有市民试行黄金微笑险。九龙城寨重建计划，小街小铺特色保护，预判商店有意回迁。竹龙城繁荣梦，机械救助环保署调查空气滋扰源，自动追踪气体方向，协助人员找污染。今日新闻故事多。选将开辩，拜登特朗普首场见，静音麦克风插嘴混乱，确保文明来辩论。加菲新自步行庙，强制接受盐卡路里，新研究证实有效，健康运动更容易。各位市民请注意，天气多变要小心，保持健康身体好。